你有零钱吗？我这里有零钱。我当然有了，你又过来干什么呀？老板，我给你带的早点。你工作太累呀、啊、你得吃好了，注意身体呀、啊。看，我自个儿带了。你那个早点不行，我给你带的都是你爱吃的，你爱吃什么我太了解。你看，豆腐脑、山东大包子、小葱蘸酱、小葱，我找了好几家是特意买的，你最爱吃的正宗的山东啊。那是我以前爱吃的，我现在呢只习惯于 black coffee 和巧克力 cake。虽然我没听懂，但我明白那个意思。咱以前吃过这个，你不爱吃，你说吃完了难受，你说这玩意儿不划算。谁难受了、啊？你上哪了去？你管我去哪儿？我上班。你有完没完？我告诉你，别老拎着事在这等我。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以前换个口味，我现在不一样了。哎，我现在啊就爱吃这个东西。哎，你换口味没事，你换别的可不行。多宝姐，你已经不喜欢去年的口味了，就要吃现在这个呀？我都吃了十年，早就吃够了。这金多宝够厉害的呀，又找一客户。你哪是客户啊，那是她老公。我见过啊，她老公开个大奔带个小蜜。金多宝是什么来路啊？这是，哎，给我给我给我啊，吃拿这个呀，送给你吃，别浪费了啊。不过呢，我以前吃的东西呢不一定别人会喜欢，弄不好啊还得拉肚子呢。行了，我得上班去了啊，拜拜。你亏心不亏心？我什么时候让你拉过肚子？多宝姐，我也想吃巧克力 cake。 多宝姐，哎，多宝姐够派的。那什么，哎呀，行了行了，租的车，他这人吧就好充个门面。怎么可能？谁租的？谁租的？你是大笨蛋啊！就是租的，开玩笑吧你？别理他了，走走走走走，进去吧，进去进去。怎么可能租的？